进来吧。哟，你还这儿回来呀？阿姨好。啊，娜娜，收拾东西了，娜娜。最后一回了，再看不惯您也认认吧。以后您二位求着她，她也不会回来了。不是，你是谁呀？哦，我是娜娜的朋友。童娜娜，你快点啊！时间长了，我站在这儿怕我想骂人。哎，你在这怎么这样说话呢？你？到了您家不得用您的方式跟你？哎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叫呀？你跟我玩真的呀？啊，就这么点事儿，你跟我玩真的是不是？你干嘛呀你？就这么点东西啊，别的我都不要了，就当送他了。啊，童娜娜，就这么点事儿，你至于吗？童娜娜，你连个工作都没有，靠女人养着你，网贷1400万，把家里积蓄都掏空了，还在这骗你老婆，说你要创业，让人贷款替你还钱，就这么点事儿至于吗？你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？ 谁给你的脸让你这么理直气壮啊？我们夫妻俩的事儿，你管什么闲事儿啊？很快就不是了，于鹏。房子是你买的，我不要。家具家电都是我们家买的，就当是白买了。你自己欠钱自己还。